we are fully aware that we need to branch out to digital platform, and we have done so.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bring up Qi Xiang, 因为我们已经向新媒体开始跨境。那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呢，吉祥他的这个团队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请你来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你们的团队，介绍一下。吉祥利亚斯米娜。大家好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我们美国生活情报局的小编，我们有美国生活情报局，那第一个要感谢谁呢？要感谢我们的郭老师，感谢我们飞哥，因为这是一个从无到有、从零到一的过程。我们是传统媒体，我们有电视、有电台，但是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进军网络、进军新媒体。所以说，我感谢我们的三人 team， 我们有 Serena， 我们有烈姐，我们每天都不辞辛苦地在找各种文章，然后拍各种美女的图片和视频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得上这个社会的进步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赶紧关注我们，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，右上角添加朋友一栏找到美国生活情报局，就是我们了。我们就是多元文化，多元文化就是我们，谢谢大家，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吉祥啊！哇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们先上了菜，否则的话，按照过去就是现在才开始上菜。好，那在大家吃饭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表演。那当然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能够开场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Teresa Lin 林慧仪，来给我们开始今天的圣诞表演。